真的开始录咯。但是在录影的时候，万一你的画面要切换一下，哇，这里不见了，好，重整一下。好，进来了。如果你的范围万一有变的话，你可以自己移动一下哦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你是只录局部的话，好，比如说切到我这边来，哇，怎么都刚好，刚好像网络断线哦。好 ，OK， 那我就把它拉过来。好，那请问有没有笔可以用？有呢，这个还蛮不错的。你看，连笔都帮你准备好了。啊，如果你觉得真的有需要，同学有需要出现的时候，这样有没有在上面的？有。还是你比较喜欢在这里？还是你比较喜欢在这里？随便你啦，是不是可以自己调整？等到你觉得我露脸完了啊，我想休息了，谢谢，你就点到他，告诉他不用了，就不见了。这样录一分钟哦，声音也有进来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就先暂停。